昨天被杀就一直被杀就算了啊，今天又被忘了算了，随便啦、啊，太惨了，好啊，过年前就是要这么惨啊，好啊，没事，你就想就是过年前这么惨啊，过完年就没事了，然后过完年更惨啊。嗯对不对？太悲观了。好啊，被杀又被玩。我现在就要悲观了，我现在就要悲观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要不要？开了，开了。要去谁那边？对，现在去。我在团团这。你在团团？我在小雨这。好啊，去小雨那里啊！去啊，去啊，去！不要这样啦！没有啊，去啊，没事没事，哎、欸，走走走。没问题，没问题啊！大总心的，没问题。我今天就是上头，我不管啊。你今天是走心团耶，就这样。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心了，走心了，走心了，大走大走，走走走起，走起，走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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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乖，你优了。对啊，优了，优了，优。我还没买，优了。我买了。我买了，然后八个人，那八个人都 Yolo 比较好玩。今天要来搞事了，我不行啊，不要了。欸、我就没办法。哎，你看我对你们多好，我没有卡片，然后也没有得送礼，但是呢，我还是要存钱，为了什么？为了创公会。让大家玩游戏都有高级钻石，好嘛？我去叫百度看一下，把他那个送你好了啦。而且你们什么时候全部人排位都变这样子了？你们刚刚说玩了一场，没有啊，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我都没有玩，没有啊。好啊，现在排位又都这样啊，好啊，不是，是真的没有啊，排位都这样了，我没有，是真的没有。哎、欸，我每次玩都是跟你玩的、欸，哎，哎，我没有，我只有跟下午跟就我们玩了一场而已。好啊，偷玩啊，好啊，走心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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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啊。第七五有没有跟他玩？就说只有繁星愿意跟我们玩，没办法。对啊，我没有其他人，我们还就阿汪阿汪说不要啊，对啊，不用，我没有跟你们一起玩啊，好啊。啊，就不能玩一下，奇怪。好今天是各种勒索对方，大家都走心啊，没关系啊，走啊，好啊，一起走心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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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啊，走啊，好笑，大野猪是什么东西啊？他你要把它放很后面，它会那个猪突猛进，它猪突猛进，对对对，它冲越远，它伤害越高，然后它是一个范围的伤害，它是范围 debuff， 它会撞到的会还输。可是他会完美的被那个瓜牛阵给 counter， 哦，因为你们一撞全部撞在瓜牛脸上。哇，开局好烂哦！我还不是 Yolo 哎、欸，我是 Yolo， 我是 Yolo， 我开局也蛮烂的，等下去买。好贵哦！我最便宜的单位是90块，是怎样？哎、欸，我也是90，好不好？这就是 YOLO 好不好？就是这么恐怖，好嗨哦！真的很贵耶，很嗨哦！然后教我们练习存钱。对，是不是先我哇？我有五只是135以下的，最后一只才比较贵。你太爽了！那你这样有4只190以上吗？四只怎么才买得起啊？我在想笑，我看你什么时候才用得到。完了，我是不是要漏兵了？漏兵了，漏起来！哇，你们撞头像哎、欸！谁？谁？撞头像？你就跳了、啊、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哦、你就我先换的，奇怪，我第一次我先抽到的，我学屁呀、啊！我在那边学，我学你走心了，走心了，我打架了，哦、这是过分哎、欸！对，你我放兵给你，太棒了，太过分了！哇塞！啊！那我知道去攻击小雨了，可恶！哎、欸，先不要哎、欸，我这一只可怜的牛呢、欸。好，我是打谁啊？我看一下，我猫咪你打我哦，打繁星哦。猫咪活下去，猫咪不行了、啊，再打一下，再打一下。117，
哦，猫咪活下来了，它是个很棒的猫咪。嗯。有了，我有钱了，太赞了吧！是只好猫咪。撒一下，撒一下。哇，我想一下怎么放。有点想撒，撒一下好了。撒呀、啊！哦，这只哎、欸。哦，我觉得位置放的不好，我放太近了。好了，这样了，这样。阿姨。要捋一下，捋一下。哎、欸，不是，要不然你养只瓜你哦，学人技你干嘛？学人技，学人技，这俩丢瓜你，我看有没有造型啊？学人技，团团，你等下帮我看我的瓜你有没有造型？好、啊，看它的壳有没有蓝色的？对，他看它壳是蓝色的，蓝蓝的。你有它的造型啊？他买的，有我额外刻去买的。刚刚 哦，你也刻了哦，好，我刻，哎、欸，不是你一早就刻了，我第一天我就刻了，你买这个漆第一天就刻了，不是就是刻那个冰女吗？冰女的背景啊，对啊，啊，你刻冰女背景，我不想要每天打开游戏直接看到一个汉子，你但不要，汉子好，但它有红色跟蓝色，那你知道不要每天打开的，换蓝色的很开心，你不能看你的国王哎、欸，对吧、啊？我选择不看他哇，这样怎么放就好，会不会出事啊？我觉得我出事了，这么快啊？没事，看一下我，看一下我哦，你们都看不到我你好坏哦、喔、哎呀，不是啊，我的这个我看、哎你哇！你怎么那么可爱？欸、你是蓝色的瓜牛哎、欸！你的牛被打去剁了，是不是啊？哎、是哟、哦，厨师来剁牛了。厨师要剁牛肉喽！好饿啊！哇，这是厨师跟食材的部分、欸。对啊。哎，新来。哎呦，我们这么常叫瓜牛，买一个瓜牛的好了。买一个瓜牛司机。嗯，哎、欸，那它大瓜牛，它会整只变成比较大的藍色，应该整只蓝蓝的吧，大只的蓝色。没有吧？我应该没有。skin 是分开的、欸，哎。啊。对呀、啊。哦，你说就跟它那个有一些什么原，我看到那个原子跟质子的 skin 是分开的。对啊，它、啊啊啊、大部分都是分开的。啊。我们要选到 fumetio， 就是有点难过。叫艾博二三三，嗯，这个有队友的模式，我应该可以谈吧，没关系吧？没事啦，哪次不谈？谈呢、啊？谈起来，谈起来，谈起来，谈啊，谈了队友们，谈谈谈，猫咪加油，龙龟哇，他存太久了吧？他刚刚囤好久一次放啊，八十，第五波就八十，因为他前面完全没放啊。对啊，他前面都是康康。哎哎哎，要漏了，要漏了，完了完了，我好像不行，野蛮人啊，我也漏了，有一只野蛮人。啊，野蛮人啊，坏坏野蛮人。我要漏哎，我不知道哎。请问有人也是沙沙叫哎、欸？我看到有人在养沙沙了。我也养莎莎、啊，莎莎很棒，莎莎要倒了，莎莎要倒了，莎莎超棒，莎莎要倒了。哎、欸，要是没这瓜牛，我就不会倒了。抽花技，抽花技，这是跳蛙的时候。哎、欸欸欸，没有哦，刚好哦，撑下来八十滴。哎呦，哎呦，哎呦，无情哦。哎呀，这个是什么哦？要多少180？好了，存钱了，存钱了，调兵就算了。调兵就算了哈？对，我帮忙打就好了，没事。对我表示问号。你说啥？直接出来？买不起啦，我最低单位就90。不会想买呀、啊？嘣！相信我啊，队友，是真的相信。哦，到底有多少瓜牛？等下这边会有人来一波大的，我会很痛苦哎、欸。
么办呢？等下靠你们扛了。感觉等下杰克会弄一波大的给我。不会啊，我怎么会用大的？没有啊，你刚刚都没派东西出来啊。不是啊，我就在强化国王啊。哦，你可以看上面呢、啊，你看上面有讯息啊。他上面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水晶做的是。嗯，我怎么没看到、啊？在入口门口那个。哦哦，看到。对对对。哦，他藏在这么诡异的地方。对，然后他写说他花了多少。啊、有、嗯、哦，那我就不用担心了。不用怕了，不用怕了。我现在开始囤吗？不要啦，不要囤，不要囤。现在可是现在啊，你就不要囤。哎、欸，囤囤囤囤，有没囤囤？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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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给中毒 I N G， 哎没有，这款真的是很好玩、啊，好玩。直播为什么封？就是可能那个就是没被挖掘到，对对，蛮可惜的啊。想想，嗯，这样好了，可真的要想想。对，我是随机军团啊。这个要110，你看算了，随便了，开心。我也不知道怎么，你官友，请问你的官友是在团数成长啊？一只、两只、三只、第三只，越来越多只。哎呀，你发现了哦，你是越来越多，发现了，你注意到了，你很棒，越来越多波，八十，我听到一整坨。小海蛇啊，海蛇，你会切后排，那我当然招坦呐、啊。你好烦哦、啊！我应该会漏，他跑一只野蛮人给我，是啦。你觉得他颜色很像吗？是蛮像的、啊，还躲在里面呢。对啊。耶，谢谢队友，好开心哦。哼哼，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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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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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加一，200伤害的。Not enough material. Not enough material. Not enough material. Bring. Not enough material. 让我想一下。哇，140。我后来养的鲨鱼还比较健全一点，第一只还比较不健全。我还是放这个好。这个是，算了算了，这个毛兵，哎呀，后面丢了一个蜥蜴呀、啊，这过分了，过分了。嗯，会吗？你不是有水元素打得到吗？是打得到，但是弹不太过去啊。他都缠旁边的。你知道我丢了 C 还想说啊，不对，音乐会弹到后面呢，完了，可以了，可以了。对吧？你看你很勇敢呢，还行还行，哎、欸，活蹦乱跳的哎，可以啦，再多点一只，啊，掉两只而已，摆掉，后排切切。加一加一加一，国王你要坚强啊，国王。哼哼。哇，好难放啊！好难啊！好难啊！我也觉得好难啊。哦，鲨鱼是哦，鱼鳞在吃吃，最后升到要升三次哦。嗯，第三次的时候，第三次的时候，你如果升到第三阶，你就不能累积魔法力值了。对，你要前两阶累积了、哦。你要前两阶累积到满、嗯，这样你前面先堆起来。你如果前面堆起来的话，你后面你那个鲨鱼就是原本基础伤害加下一个小朋友。哦，加300哦，很贵哦。啊、他死掉应该是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不会，就只是不能叠而已。哦，
然后活着在场上看人家死掉。啊，老爹爹要来了，爹爹来了，哟，啊，这么快？嗯，老爹怎么那么快来了？老爹爹，那我死爹了。太早了，直接放弃了吗？死亡宣言，我死了，我已经死了，我死了，我好了、啊，不是你已经死了，是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老爹哦，隐约要怎么打啦？哎，我的阵型很乱了、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乱哦。对，也好乱，你是点了 YOLO 的问题吧？对啊。无情幽柔，哇，老爹爹好像打不动啊！老爹爹，哇，钱是不是掉了？哇，我老爹爹好像打掉了，老爹爹打掉了，老爹打掉了，我下来了耶！老爹爹，我掉了。爹爹耶，爹爹永远的神哎，掉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真的是。爹爹是没什么团，有点尴尬。开心。没事没事没事。玄女怎么还不能生？这是什么？哦，这是攻击型的。哦，我不要。像吗？我想一下。有人撤回讯息，等三百秒。先编，不用撤回啊，我帮你编掉，帮你变开心。差四百一，哎呀，猫鼬怎么一瞬间就蒸花了？怎么两个远程躲在后面？偷偷摸，出来偷偷摸。我选哦，我选蜥蜴。哇，我刚刚那个冰没放完，哈哈哈。剩这只一只，我剩三只哦，还是四只？四只，我是不是守不住？哇，没事，我守住，我有守住，我剩一只。无情的香蕉，沙漠朝圣者。你知道我派四只龙龟吗？好凶哦！龟好狠，我是没注意到。龟龟龟龟，反六，好狠，好狠！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现在看到了。啊，至少剩一只小只，还好。我天，你四只，我做掉八趴，我厉害了吧？厉害！等一下，这香蕉怎么还在打？他还在努力撑下来了，不要谴责他好不好？想说其他播的其他路的人都已经走到往前面，他怎么还在后面打？慢慢打。他很坚强啊，他撑了很久你不能谴责他没有谴责他，只是很惊讶而已啦。这么认真。哎呦。又两只蜥蜴，呱呱大军，乌龟，呱呱呱，呱呱大军。按错了，应该三只龟才对。喂，三龟龟。海蛇这么猛哦、喔！海蛇就切后排，它不会吃到伤害，一直打的话。对啊，如果阵型放的不好。
海蛇会不会前面打到？啊、没错，卷心放太前面了，太多乌龟了，白痴！哇，这一坨，这一坨，没错，一大坨，一大坨。莎莎很神，莎莎扛得住，你们棒，没事。莎莎没有满呢、欸，对吧、啊？他的莎莎路人的莎莎没满。对啊，他搞不好觉得这样就太用了。电阻音喽！你听到电阻音哦？对呀、啊。哦。哇！小雨，你还行吗？啊？你战力有点惊人。不是你想，我刚某一些波数是可以撑起来的，你都扛住了，是不是？哦哦、没事就好，我看你这战力有点吓到，哇哦！他瞧不起你，哎、欸，不惊啊，不惊啊！大家没关系，我相信我的队友。相信队友之术，相信队友之术，哎，我的天！等一下，怎么个安全又输？哦，团团很稳呢，打不穿。对啊。没有啊，我刚刚有漏几只啊，你我有漏啊，你有漏几只，可是你派兵狠狠呢，狠狠的，我选蜥蜴大军啊，我也选蜥蜴大军啊，哦，哎呀，啊，手抓，啊，这个好了啦，超残血的，就这样啦，这边是怎样，四只，三只蜥蜴，下一只也是。大蛇蛇，大蛇蛇，去吧！我刚好多五啊！哼，钱呢？哼，钱不够，钱不够，那你退化一下。你是这个啦，好啦，这样。国王，你是这坚强的国王，我帮你强化一下。哈哈，相信队友之术。哎呦，两只龟龟，龟龟。团团也怕很多龟。对啊，我也有一堆龟龟。哇，你打到了！哎、欸，对了，那这样子我的飞龙会不会吃到？哦，有哎、欸，哦，对的门是不是还是什么的？我的飞龙有吃到战舰的空中加成。哦，可以啊，可以啊，通常都会啊。飞行的是，他因为阎王招出来的，他是两只飞龙，然后飞龙刚好吃到我后面的战舰的那空中加成。算你哦，刚好哎、欸，丢丢好啊，来不及按。哇、嗯哦，小猫咪长大喽，小猫咪，小猫猫。没办法了。啊，这是鲨鱼哎、欸！啊，哇、啊，没错，这样突然想起很重要的事情。对啊，不对、欸，不对、欸，啊，完完，出事了，撑不撑得住就看看喽。啊，哈哈哈。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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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量控的有点快，好像不太行呢。哈哈哈！等一下，怎么有个隐士在后面偷偷补血？隐士，你这样母汤哦。我这边也有一只隐士，手超稳呢。你怎样？太早叫了，算了。哇！你看喊说我是相信队友的，我队友说他手超稳。哈哈哈哈哈！小雨，
哎呦，好啦，我三还行啦，我升这一只是对的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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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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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路守下来，三路守下来，连三路没守下来，你看是不是？好痛哦！哈哈哈哈哈！你说相信队友之术了，哇，三度哎，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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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钱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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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加一加一加一，好爽啊！加油啊！有国王扛住啦，他扛，他很扛啊！国王。猫咪吃鱼喽！吃到吗？大鲨鱼，大鲨鲨，很棒！鲨鲨赞啦！再放一只好了。对，我觉得我要放多一点输出。怎么了？为什么你这么开心？没有路人聘了一个，路人聘了一个，有点所以呢，关我屁事啊！哇，真的假的？他变的东西我们没办法给他，是？对，我想要建造什么什么什么？对，哦，啊，所以呢？对啊，所以呢？啊，我是能怎样？我们不能干嘛？帮我盖这样，帮我盖。哎呦！到底打不打得过啊？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不行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呢？就行不行？哦，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我应该是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一直都不行。不是、欸，这个优洛太狠了。对，我这次优洛出来的东西还不错，刚好我的优洛升低蛋呢。请问这你要这四支兵要打？这到底是我就已经是丢乌龟给我啊，不知道是怎样啊。龟龟鸟，龟鸟是多喜欢乌龟，巨龟。无情的小海蛇啊，小海蛇会打后排，他就等丢近战啊。臭乌龟龟丢爆。我走心了。把你上头了是不是？把你上头了。你的是不是？好笑。哦，差一块耶！你说洗的靠，我知道了，我就是这样了。哇，没错，我就是这样。来，国王，我帮你强化一下，你是个坚强的国王。快打不过啦！到底要哎呦，过他妈领导死掉了，瓜牛啦！一边在喊乌龟，一边在喊瓜牛，好惨！你要拉瓜牛还是遛乌龟？你挑瓜牛超，你去死一死好了，你好气啊！感觉守不住啊！我掉了，我掉了，我觉得我们要GG了。我也会掉，没事没事，没事吧？应该吧？我做路人守下来、欸，完蛋了。我守下来了，完了是不是有点多？是不是有点多？打后排，打后排，打后排，很多很多。再见了，国王！再见了，神道工人！哎呀哎！神道工人，好爽哦！我白烂一整天。打不快打 MVP 耶！鞋套。哎，可以给你赚钱呢。你去死啊！赚你个头啊！我、哦、没露过边呢、欸哦，好强哦！太多猛嘚猛嘚，露一点点，二点多趴。我觉得那个冲撞野猪超强哎、欸，那两个铲就够猛了。啊、野猪很强啊，因为它还会缓速他们、啊。嗯，超好用，而且又厚。你看他的那个伤害表啊，他只要一撞到，他就直接打满。对、嗯、对啊，超屌。全撞猪猪啊！等一下有看到我来用用超车了。猪猪很，野猪很棒。
你猪猪放在前面就是废物，对，放在后面就是超猛。玩的不错，玩的不错，都玩的不错。是这优罗真的很搞哎、欸！马上冲出去买优罗。刚买了吗？没有，刚刚在弄 OBS， 来不及买啊。哦，那你等一下跟我讲，等一下。黑色死亡，好中二的英文名字。Black Death。我要来优罗，究竟是好是坏，全部靠上天哦。欸有有，要正常一点了。Nice， 这个有比较正常吗？哦，啊，有啦有。嗯，我最贵的就190，很棒。我想一下哦，狂战士是不是可以撑两波啊？好像可以。不知道。香蕉堡，香蕉堡是你们说的很强那个，就是还不错的那个。嗯、我是对谁？阿基耶！我玩了，不用玩了啦！欸、你又不是玩死灵，好、哦，是吗？不是吧？不是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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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罗吗？哦，我要接路人的、哦，可怕、哦！哎呦，35，嗯，圆圆，第一波不丢任何东西，第二波我丢两只光牛，可以吗？啊！你刚刚说的不会问我，你在那边走心走心的，走心喽！我已经被教练，我已经被教练骂说花太多钱在建造上面了。哦，还好，你看就闭嘴啊，教练！我会有水啦，我想怎么这么多？我就要花。我已经被教练骂，他说花太多钱了、哦，太多喽。啊！哦，够了，他没有，他没放哎、欸，92%，他没放，他有放吗？哎、欸、呀，有啊，他有打了，放一点点。啊！完了，我要漏了。啊杰克有给，杰克有给那个吗？没有吧，我没给东西啊。他没给，没升级啊。哦。他就放了一只普通的猫。哦，他没升级，啊、他重新啊断线啦。哦。那、啊、我怎么第一波就要掉了、啊？你怎么会放只放人马吗？你怎么只放一只马？我放两只，我放两只小鱼敏。要三只哦。两只小鱼，或者是你要放一只盾给他。三只渔民，一只人马啊！你两只渔民的话，那你就是那个啦，你有瓜牛。哦，我被瓜牛撞了。你有瓜牛，我想说两只渔民，但是我记得过得了。哦，渔民。无情诶，瓜牛。真是无情。嗯。哎，老鼠，出去。老鼠出去玩。好快哦，你的老鼠可以出门玩哦。对啊。真是海感精算师啊，太可怕了。海感精算？海港吗？海港精算师。海港精算师听起来很猛。那应该他蛮懂海的哦。欸、那个战马的回魔可以回到莎莎身上吗？可以。哦，那很爽哎、欸！所以可以在大佬爹前就提升到一只大莎莎、欸欸，对啊、哦，我的天哪！可是正常吃，如果莎莎没死掉，也是差不多第一是差不多那个时间啊，对啊，是差不多的。因为不用到大佬爹，到大概三四波，就如果你前面放花花，然后完全花花全部吃掉，然后吃完三波就差不多完。嗯，因为前面的怪很多。嗯，钱不够。哎、欸，嗯，他又离开游戏了。他对，他是不是有问题啊？哦哦哦，他是网络不稳啊？对啊。对啊。还是我们已经被知道七个台湾人的传说了？太快了吧！已经传出去了。
这是不是有点快啊？告诉他们，七个台湾人很团结的，不要乱骂，骂就会出现七个检举，危险哦！不行，我觉得好好笑。七个台湾人的传说。对啊，想不想要收七个检举啊？哦，好好好极限，好极限。金算师哎、欸，我不是金算师，老鼠跑出去玩。哎、欸，嗯，还、哎、有啊，他又断了，他又断线了、欸，哎、啊，他网络很不稳、欸，网络太烂了吧？直接写喽，网络太烂了。嗯，觉得我惨了，第一次40块，第二次就190了，我后面是怎么玩？40块190哇！我的80这200，刺激耶、欸！哎，两只瓜牛，哇，好喜啊！哇，嗯，很乖。瓜牛很可爱啊。小鱼人赚不到，好可怜哦。哇，我要掉爆了。我也是掉爆。哦，这一波好像哦，所以是会克那个、欸、不一定哎，会克、哦。所以渔民的模板就可以让它升了，是不是？你模你可以直接先想办法升到第二阶啦，然后模板的升第三阶这样。嗯，因为我看到第一阶的是打一只加 1.75，、哦、第二阶的时候打一只加 1，、嗯、所以看取舍。对啊，你如果很安全的话，就比较容易死啊。对啊，他已经是就没了，他好像已经完全升满了，是不是？嗯、还没升他。他进化之后，他的那个格子会从一半开始啊。哦、oh, 哦、嗯，原来是安尼哦，嘿呀，又是安尼，我要相信队友之术喽，没惨呢，我就会出事哎，我想存一轮钱，算了，还是不要好了，算了，想一想，对自己还是要守着这守着下才行，自己守着会比较有钱，你相信队友吗？我相信我的钱。相信我自己的钱，我相信钞票之术。砰砰砰！稳稳的，稳稳的，他又漏了。蛮人是整夜行。蛮人，我想看到蝎子站起来。哦，你吃到我的那个哦，对啊，那抱歉了。啊，这个没有办法。你后面有哦，你有一个跑去寻宝了，可以啦。对，我一个去寻宝，你可以啦。哎、欸，过了过了哦，帮打帮打，有人嘛，帮忙灌膜还蛮快的、欸，很快啊，这、嗯、真的超快的、啊，感觉很赞哎。啊。嗯，待在这里好了，没钱啊！听到有人 QQ 的声音啊！这一次两个技能好都好棒哦，一个是吸血光环，一个是巨型瓜牛。对啊，这当然是要点巨型瓜牛啊！巨型瓜牛喽，派瓜牛，好棒哦！啊，交给队友了。没有，我刚一个骰来不及换新的单位上去。发现了一个。耶，我还可以骰。看到没有？超惨的，每一个都超惨起的。哦，我可以骰到渔民，可是我觉得现在放渔民太晚。太晚了，有点太慢了。他点不到。我最喜欢的莎莎。耶、yeah, ！我灌完一只了，没有莎莎。那个鱼米叠不起来。啊、哦，这只满了，我一只满了。哇！那大家可以一锤一个小朋友了。你会养哎，好恐怖哦！我这有骰跟没骰一样、哦。没有，我是有那个人马，人马给太快了。对啊。哦，250哦，好贵哦。我觉得我得存钱欸，
啊，我的风刃好像有点少。第七波了，还三个人，哎呀，太少了。错，这个。因为鱼人真的会靠比坦埃前面很北齐，对对，一直冲啊，一直冲，一直冲啊！我要打人，我要打架，我要打架，我打架，打他都不对，打他都不对，这个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一直冲，跟疯子一样。七，哦，我好极限，好可怕啊！啊，看你，看你有多低。哎，打完了。这是谁？打完了。我打了有点久，不好意思，我两只战马在慢慢拖。真的是有点久。哎，你的渔民嘞？倒了啊！死了。哦，完了。有没有？你要被打，你要被打死，你要被打下去了。没事，我至少钱都有，至少快拿完，我差两块了，两块。抖抖的，跌倒，完了。究竟够不够？按错了，按错了。好像不太够。嗯。嗯。想一下。够不够？我好像可以。哇，钱差一点点呢。那再蹲一轮喽，好像可以吗？三百攻击力哦，这么这么凶。七十。行啊，这个鬼鬼死了，一点就点。可以吗？不，不要！加油，加油，屠夫，你可以。好快乐哦，鲨鱼一拳一只哎、欸，对吧、啊？一下一个小朋友啊，他升上去很快、哦。你，你他攻击超高的、欸、你有三个的话，大老爹就是不到五秒就，也不是五秒啦，十秒内就死了。跑、哦，这么痛苦？对啊，谁？谁？早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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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啊！有活着活着活着，有吗？还活着吗？哎、欸，不见了！啊、没有，那是被打掉了。好不，差一点，好惨淡淡，放太前面了，可惜。早产儿破掉了。突然，我等下再。早把它卖掉了，卖掉。很贵耶，他买的超贵，卖掉。哎呦，这个要不要先升他了啊？他魔一三三点二。哎，你怎么早产了？好难过、哦。白金团团，你看我们阵容做这样子，只有三只。大杀杀，老鼠太多要叫出去了。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哇，你这样子碰到那个很恐，会很危耶、欸！你大老爹的时候就危了哦。因为我现在也没什么钱去弄啊。哦、因为大老爹是冲击，他打你会更痛。欸、你真的在记这个哦？啊？你说谁？鲁辛克斯啊？那啊，因为我就有叫一个表啊，他可以看、啊，他可以叫出来啊。嗯、我有叫啊。对啊，就可以稍微看一下下一波是什么啊？你指上去也可以指你们一个兵种，下一波会扛是扛还是不扛？可以决定一下，看一下，至少看一下新教的教什么。其实差很多，我知道啊，蛮好用的啦，非常好用。三三五，哦，我不够。快乐快乐！哇，一堆呱呱在他那里。呱呱。呱。哇塞！哇。不够的、啊、差一点点不够钱、这个、都不够钱差15块、
哦，战力是多太多、哦，我也是多啊，我多我招两只大鲨鱼就多太多了，我也是，赶快囤兵啊，囤那个啊矿工。打得赢吗？哇，打真的很痛哎、欸，很痛啊！哇、欸哦，一下一格哎、欸，一大格哎、欸！哈哈哈哈哈！我真的没有打，好痛，好痛，好痛！哇，我打赢了！我的，我也超难打大老爹的哦，过了，我打完。要不要信鲨鱼叫啊？有啊，很难养啊，它很难养。没有，就是后天晚成型啊。你要你的。一定要弹，帮他弹好了。你有一个扛，啊、有一个人帮他扛，或者是像你说那个战马帮他加魔比较快。对，嗯，真的很爽。然后还有回魔 buff 的，忘记是哪一。对，还有一只我记得有回魔 buff。额外九伤害耶、欸。那個啊、使徒啊。使徒也有。啊！你选什么？我选走都选那个，这很棒啊，这很棒哎、欸，当然是这个喽。哇，我一直叫不到那个团呢、欸。就干呢。这样了，这样了，这样。不是啊，我没有其他更有力的弹，我只好这样丢了、啊。你看，精英战队、哦，哎呦，杰克加一只了。嘿嘿嘿我大概放了应该有15只老鼠了吧？哦，我靠！我现在发现我6只角色有4只坦克哦。哈哈哈哈哈！用磨的，用磨的。你好惨呢、哦。你是用磨的、欸。熬者。哇，坦克好像不够呢，不妙啊！炮塔没在射，他们太前面了。哦、他怼一下会九十几滴、欸欸。你的蛋，你的蛋，你的蛋，你怎么又先打他？你怎么会放那么前面？你的蛋又爆了！我要让他吃光环。哦，完蛋了！吃光环不是我蛋，完蛋了，蛋又爆了。后面不要放了啦。那个蛋蛋后面真的难养了啦。对，螳螂，螳螂是个蛋。要前面，后面太难。哈哈，可怜、喔。要吃光环，所以我才放那边，不是我想放那么前面。哦、有目的的。塞灰了，蛋蛋。完了，贪吃。亏了，亏了。亏了，亏了、啊。下去了。下去了。香蕉宝是放前面后面啊？前面。前面、啊。放前面啦。他会反伤，对啊。我看他是说什么原因。都远程攻击什么的，但是他有反伤，对他有反伤，就是你打到他会，他血蛮多的、啊，血有3000，没升级是3000滴啦，3050。稍微想一下，我刚没看。哦，这个路人很狠呢、欸，要给我140，哦，月月也是140，也是收到140。失去，不行了，有一只鲨鱼扛不住了，对吧、啊？这边开始养两只，这边就开始不够了，一只不够养两只，我就是两只鲨鱼，我也是两只啊，我第二只一直倒，没办法，我是前面放白牛啦，就是我没有屌牛，我没有别的台了，哦，那也没办法，不阿斗。香蕉天堂真的好贵、哦，可它很强啊，它很强，没有它好贵。贵，猪猪也很，猪猪也超贵。Shut down！ 哦，想说什么？怎么了？塞了一个屠夫，吸血光环，屠夫很赞耶。嗯，哎、啊，你错了，不要理我。哎呀呀呀！好啦，随便的。哎、欸，等一下。嗯，
好难哦，海瑟。难过，好难啊！啊，一直派飞龙啊！飞龙在天啊！哎呀，我撑一下，孩子们撑住！孩子，孩子们，捶烂他们，捶烂他们！孩子们，等一下是可怕的阔鱼。你怎么先打小炮台啊？来，出门吸个血，努力。哦，可以了，你可以了。啊，爆开了！啊，很惨，差一点点。完了，完了，完了！香蕉倒了，香蕉倒了，香蕉被砍了。你被砍了，你被砍了。住倒了。至少不是蛋破了。嗯，蛋破了也会很痛。哦，我这边扛住了。就差一点点可啊，打进去啦，打进来啦，啊，进去了，啊，去了。哎，等一下，路文是怎么玩的？他前面断线成这样，他现在3.7颗，他经济又拉起来了。他那个他工人生很多啊，就一直他现在固定都丢给我，起码就是飞龙一只，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超猛的，他很猛。好扯哦，我也是好奇到底怎么玩养经济，你知道吗？对啊，我也养经济，对啊。我也养不起来，你知道吗？好好奇哦。哎，他就想说，哦，反正前面都掉，啊，反正我就一直买。相信队友嘛。相信队友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觉得四个人是可以啊。160，到底是怎么？哦，好扯。相信队友之术，真的是很扯哎！啊，等一下是，哇哇，这字哦，好像很狠，再买。这一只是狠狠的。哦，我现在才看到我只有一颗坦呢，其他没有坦的。你怎么跟他自己相反？哈哈哈哈哈！最后一个屠夫，哈哈哈哈哈！最后这个屠夫是适合当坦的，欸，其他都不适合，欸，哎呀呀！哎呀呀呀！战力还不够，啊，小战力差600，欸，我这个已经爆开的啊。都爆开了，相信队友之术。我直接相信我的队友。我要相信我的对手。我选择相信我的对手。我要相信我的鲨鱼。就是这个对手下去吧，对手。云月，我比较狠一点的哦。啊，没事啦，我刚刚已经觉得我这经济没望了，爆了两颗蛋了，就是他了，他没有输出就咱就没救了。哦，两只鲨鱼很多哎，很多啊，可是一直没多大只就很尴尬。没事没事，他血好好的，啊，浇水浇水，剁一下快剁一下，哇，国王加油，还有一只。香蕉包扛一下，哦，我也不行了，扛一下，我打不赢，我打的打了3000，可以，加油，喷他水，你们互喷水，互喷，耶，哎，欸，不一定呢，欸，可是我只有妖怪之魂，啊，你这一坨啊啊，哎哎哎，56滴血，他回血喽，垃圾隐士，他回血喽。国王加油啊！国王，嗯，哦，还好，还有队友可以撑着，這個，太好了。赚的很多啊！我们都没升国王，我的香蕉终于，国王要被走了，香蕉天堂了，太久了吧，第15了。轻轻浇醒沉睡的心灵，哎，欸，还是摸到了。还是有摸到一点哦，嗯，对，一点点。哇，这战力是怎么上去哦？
他的有越来越多了。你好了。七百差七百战力怎么玩？差五百。啊！踹踹 C 啊！冇坑掉。哇，尴尬。花花，你们可以的，花花，加油！你们两只隐士到底怎样？阿旺，我点到两只血，我点到两只，点两只隐士，你要看我的后面站着两只隐士，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事啦，鲨鱼会制裁他们的。我竟然守下来了！我输了，我守不住。哇，要守下来的哦！我守下来的哦。进来。是不是一直叫野蛮人所以金鱼啊？可是野蛮人少两块钱而已啊。对啊。其实还好啦，如果能够因为这样、啊、少三块而已，如果因为这样能打穿的话，不错、啊。后面的比较对啊，后面的比较夸张。哇。一千多战力要怎么补啊？我的天哪、啊！我的天！金属龙。嗯。而且我这次玩的这全部都是近战，没有远程的。他打超近的。哇，这光牛是来送分的、欸，你走过来直接蒸发，直接不见了，直接不见。哇，金属龙有够痛。对，它是金属龙哦。哇，它有那个哎、欸，它养了两只猫猫，两只山猪哎。嗯，好啦，啊，撑不住了，他记下来陪我，这个也没办法，对的，你丢了，哦，你丢了鼹鼠，野蛮人隐士，哇，机关枪，我们机关枪，我上一局忘记放，哇，剩我的机关枪吗？真的假的？机关枪疯狂打打打，你还吸血，可以吧？啊，不行，不行，太多了，太多了，太多猪了。完了完了，我们光都没升级，光都没升级，要死去了。光没有升级，光都没升级，我们都没升。相信他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他的普攻，可以啊、国王自己的战争。他好像不会法术，是不是？他不会法术，不会普攻。他不会法术，不会普攻。哇，你的很狠呢、欸，你的国王。很低。真的是很狠低耶、欸，他竟然活下来。有、哎，他会法术了，他现在学会法术了。他也会攻击，他也会攻击。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哎、欸，可喜可贺，差距越来越大了，怎么玩啊？后面就真的很难。哇！我尽量把战力差在700，-700左右。真的也撑不上去了。对，就只能撑这样了。我就以量取胜，有没有？百大的啊！440到底是什么鬼啊？活下来了！小雨，干嘛？两只鼹鼠是啥小？嘞！没有，小雨，鼹鼠的光环不能堆叠啊！没有打死一只，他又在秀啊！打死一只的时候，另外一只在，他光环还在啊！哦、对的，对啊！我只打死一只鼹鼠。我可以扛，我扛得住，我扛得住，我还有很多坦吧，很多还有很多只哦，你看，大哥你很多只哎、欸，
慢多只，我觉得你不太行了，不行啊，不行啊，这么多只就不行啊！你再撑一下，你再撑一下，他们进去了，他们进去了，他们进去了，是他们的国王比较不行，不行，他们的国王比较强啊！我现在国王等级一样了，现在国王等级啊，不过是来不及啊，来不及，血比较多啦，哎。这代表国王要提早升好，不可以再放烂他了，不可以摆烂。天哪！啊，路人真的还是很可怕哎、欸。他们好猛呀、喔！为什么？为什么？天660的佣兵哎、欸，到底是怎么弄的？好扯哦、喔！是什么意思啊？好夸张哦！好扯哦！扯！太夸张。要买东西要记得去买哦。我没有要买，我要囤。贪婪，贪婪也是一般的啊。贪婪啊，嗯，贪婪。那你就一开始加五块那个。对啊。那没有来拍喽。拍，好，拍，拍。好好的研究。Razor, Razor, Razor, 又漏了，又漏！我这是又漏，看起来蛮正常。我天哪，我好感动哦！不是啊，最高只有到200，是怎么回事？你还比我高，我195。哎，不是哎，这是怎么办呢？我这怎么玩呢？没什么坦呢。他们坦就很贵，哦，可以可以，换个雪女出来，嗯 ，OK OK， 小鱼人，你给我站后面一点哦，给我站后面一点，冰女是坦，他是坦，他还会闪避，很猛，他是个还不错的坦，等一下，他们说那个他配猪猪很强。猪猪撞完之后，他真的有吗？可以再骰一次哦。可以啊，可以啊。你有一次换，顶多再随机四个而已。对啊，对啊。哦，少换一只出来，可恶。就正常都会可以再骰一次、啊。哦。我跟你说、哦，我全部角色这周冰女是坦哦，其他没有了哦。三、哦。我这周冰女坦哦。没事，我也只有一只。哦。开心。勉强算两只。有渔民就是开心，开心！ Yep. 我有猫咪，开心。这只使徒能干嘛？它有光环。它升级之后会有一个回魔光环。回魔光环，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嘞。要废哦。它的输出也还蛮强的、啊，它那个是附加的。还行啊。它的是直接伤害啊，所以就是不看那个。深渊女祭司，啊，哦，我要看好久，慢慢看。我的也是啊，我只放了一只坦克而已，我只放了一只雪女，哦，不对，还是冰女，冰女很够啊，有办法直接看，就是这只旗子升级是怎么样子吗？按 Ctrl 吧 ，Ctrl 但他升级几次不知道。哦，因为他或者是他在场上的时候，你这样看出来。嗯，按错了，按错了，按错了啊！直接吃爆！我看一下，哦 ，Razor 是这样放。啊！可是我的哦，还有这只啊，白痴！我错了，对不起。你怎么了？啊！我放了三只蜜蜂，可是那三只蜜蜂反而会让阵型乱掉。啊！好好好。没事，损失等下把它卖掉。而且我直接掉。
九九哦。你看嘛，就是像他为了要，对他为了要升工人，他工人刚刚升到四个，相信队友之术。我相信我的队友。好了，这样可以让我的渔民可以叠，也是不错了。可以多吃两只，太多渔民了吧？我三只啊。一起吃，一起吃。你都快满了哎、欸！对啦，你快对啊，快叠满了。好啦，他多肉几点好了啦，都不错不错，肉的好，对吧？肉的不错。嗯。放在这里。对，我看一下我是打谁。呱，打呱。呱，这是好几丢给我，真正是丢固定的人呢、欸。没有、欸，你要重组一下。他是看那个啦，牌的位置。他是有穿插位置的。可是感觉好像最左边，因为那个、啊、最左边，因为我现在放反团啊。嗯。然后路人打我，那也是放路人啊。嗯，因为我感觉他就是随机好之后就是一二三四排序，我通常都在前面一二，嗯，所以我对到一月在一二位置，所以很容易就对到一月了。好，对啊，嗯、啊，可是我位置一直有换的，我刚在三，现在在一啊。可是我们这边就一直都是固定的。哦，就是昨天也是，前天也是，都是会那固定那几个。嗯，也可以试试看重组看看。好吧。小蜜蜂，不对，我不能派兵过去给团团。哦，你说让我叠西莫啊？他很开心开吃耶，开心，开心开吃。那我放一个远程的那边投射，丢给谁？哦，我丢给阿旺。坏哦，我是丢给阿旺。哎、欸，我是丢给阿旺、啊，我你是借阿旺吧？我是丢给阿旺、啊。哦，有人在说谎。哦，我看错了，我看一下。那我丢给，我丢给小雨啊！你好狠啊，野蛮人啊！野蛮人，丢给两个丢给阿旺，阿旺你也太惨了吧！我怎么会有两个要扁我？好巧哦，那我也是丢给阿旺哎、欸！抱歉抱歉，看错了，看错了，误会了，抱歉哦。有没有第三个人丢给阿旺？误会了误会了，太过分了，太好吃了吧！好吃的，好吃的，好吃好吃。叠满了，然后我把它升级，然后我就大爆表，好好笑。你满了啊？满了、啊，三只都满了，没有啦，就第一阶段都升满了，白阶段都升满了。哦，你以为是刀塔大只的？没有啦，太快了吧？没啦，太外挂哦，太美，怪怪的。怪怪的啊！都没晃到啊！哑巴，哑巴啊！然后哪有这么强的呀、啊？有啊，熊猫团超强。没有啊，嗯、我要漏兵嘛，都会漏兵、嗯，又不是没漏兵，而且我工人大落后哎、欸，我们有一个工人太扯了。他就是相信队友之术啊对啊信队友之术哎呦吧相信队友很正常吧不能相信队友吗哇我的队友这么棒这个年头越来越险恶队友不能信对啊对太险恶了可以啦这我帮我打掉一只还有四块钱，该不是凯尔吧？所以，哦，好，他是个坚强的小蜜蜂，小蜜蜂。哦，你用小蜜蜂在最前面。嗯，啊，我是我也都会把它丢最前面，没事。他就是要去死掉、啊，他就是要死掉啊！对啊，怎么了吗？他就是要死啊！没有捉到人啊，他就是要去死啊，没办法、啊。你可以戏啦，他这个设定就是这样，那也是没办法。你可以戏，既然设定是这样，那你就去死吧，去死吧！完蛋，
哎，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哎、欸，不对，为什么他去打，他去打我的渔民了？有人使用了相信队友之术，有他用了，他用了，我爆开了，妈，没有，妈，没有呗，相信队友之术，然后就爆开了，然后就砰，然后队友也跟着爆开了，哦、那那该怎么办呢？那国王就辛苦一点喽。我先让国王学会范围魔法。会怕、啊？会啊、喔！我觉得一开始先给他攻击或魔法比较好，回血先不用。嗯，回血不急，他还没有撩血，等他受伤之后再给他。除非你们去割他的肉，借戳一下，借戳一下，肉到底是怎样？渔民最爱的关卡，哎呦，会分身的关卡，嗯，为什么小蜜蜂没死？冰女先死啊！为什么叠不起来了？你在躲？冰女，你是在干嘛？在雷？你是在哭是不是？在哭啊！啊，不行，守不住！哇！小鱼人冲啊！阿旺北北送东西过来啦！阿旺哥，赚钱喽！他都没钱喽、哦，没有平均的。嗯，英女。差一块，差一块，最悲伤。哇，我觉得这局有点尴尬了我。哼！完了，是这一只小鱼人，完蛋！这一只什么意思？因为我每次囤到这边的时候，小鱼人都啊，哦，你说啊，因为他们打我们会打鱼人伤害会比较高的，嗯。没有，因为通常来到这边，小鱼人应该照理说已经长大了。嗯，没有，没有长大，还是个小鱼人，被蛇咬住的，还是小鱼的，一只小鱼人。我想要做一件事，我要来搞了，你要搞了，搞队友了，你要搞队友，好危险哦。什么意思？你要放早产儿吗？没有，我没有早产儿了啦。哦，好好好，我再也不相信早产儿了。好危险的发言呢，受过伤的发言，太难过了。我想要这样玩啊、哦，这样玩会怎么样啊？二一三，这样玩会怎么样？好了，最后叫个工人啊！哇，路为什么路人都可以经济这么稳？都在一一二三这样子。知道哎，知道。他是工人，嗯。好没用、哦。爹爹完了，百三，剑龙太硬了。哦，我没买到，那太胖了，这个我打不死。拉夫，你加油！哦，这个会漏，太胖了，漏掉。看起来会赢了，可以耶，好像可以吗？拉夫你那么强，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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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了来了来了，什么东什么东升上去的、啊？什么东西、啊？游侠、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游侠、啊？那个游侠、啊，那个绿绿的游侠、啊。哦，55块。嗯，他们充好了。剩下我的小芝芝有了，死了。哎呀！那没钱啊！啊，算了算了，去吧。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啦。有安妮啊。安全，團團嗯，隐私，度啊，隐私哇，啊，有一只安全鼹鼠啊，剁死他！你快剁！小鱼人，你不要站那么前面，我求你了。哇，他真的好贴心啊！好手啊！一百五没了，完了，我一百五也跑了，我没办法。没有，他绕跑了。没有一百五，我们全绕，我们全绕，全绕，哇，全绕，哇！鼹鼠太过分了，打不动啊！为什么没肉吗？我们有防侧肉。我很久没打肉了。哇！你防侧肉，增加哈基的秘诀。哦，没有，那是反星的秘诀。翻新的 low 的 ID， 对对，嗯，好，虽然你没升满，但就我不管，就你了。你说小鱼人吗？啊，他是提高法力的光圈哦。啊，打斧你有法力吗？没有吧？啊，哭啊！靠呀！啊，算了，随便。算了，随便。算放弃，不知道点什么，突然不知道点什么了，直接放弃。突然自己也困惑了一下。对。啊、你可以小鱼人可以死了，小鱼人你也在戏啊？哎，会不会戏啊？没事，我很多的电子活下来了。这一直有炮手哎、欸，是怎么样？我有可以升、哦。最后一秒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欸，我一百，等一下。有炮手在搞事哎、欸。啊，蹲了这么久，难道要起来了吗？蹲了这么久，难道脚酸了吗？对啊，到底是脚酸还是要站起来呢？到底是什么呢？啊，电子加油，最少把一波打掉，有打不到一边了。有，援军来了，援军来了，加油，还有表演，姗姗来迟，援军加油啊！这个援军嘛。加油啊！胜利了，援军加油！剩这一只那没办法啦，他还打那个不是残血的、啊。对啊。就。不是啊，我没有升级呀、啊。哇。嗯。到底该？该怎么办？哎，你怎么办呢？船池跟青椒，船池跟青椒。哎，我刚叫了啥？我对啊，我刚啊，移到中间看一下。啊、好吧，没事啊，我累积很快。杜郎，你太过分啦，领主啊！没错。该漏兵了吧？鼹鼠，
啊！等下打不到头领啊！还怎么打鼹鼠？漏了一亿挣脱。说好的鼹鼠呢？耶！瓜牛大军成功。那是瓜牛大军了。对啊，你看我都一直叫瓜牛啊。我叫六只。对哦，我去。嗯。电视他们，电视，啊、后排电视他们，螳螂们。哦，你是直子原子大军哎、欸。电对他，我就最强就这个了，这是我的极限了、啊。这是我最后的波纹啦！哇，等一下，钱不够。嗯，超过了，我也超过了。我只是把我的赏金猎人升上去就超过了。哎呀，这个玩意儿这一次可以用了，我都忘记它了。我有一只海蛇，一只海蛇一直蹲在那边，我一直忘记它。你忘了海蛇？无情 A 海蛇。啊！被攻破了。打不穿呢、欸，耶、yeah, ！要分开打，你们这些笨鲨鱼！啊、加油，亚历斯塔！加油，凯尔！怎么还有一只隐士啊？可以啦，可以啦。不行啦！不要分开打！有的怪不出来了，都分开打。哦，好好好好，勉强打赢。我杰克，你这个。正法真的很容易分开耶，没有，就是我主要就是把它控在 左手边啊，啊，左手边穿了之后就是，欸、右边完蛋了。来了来了，算了啦，我就都放这个了，好不好？好啊，好啊，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好啊，好啊，好，放一堆花臭死他们，一堆花。啊！我又忘记他了。海蛇，海蛇，海蛇！我提醒你，海蛇，海蛇。他站在前面了。我每次放完兵，我就哎，对，要升级他。赶快帮忙喊一下！海德蛇，救救我！海德蛇，海德蛇。我飞龙可以站这么后面。哇，没办法啊，疯狂啊，加油啊，贵贵的坦克的确你可以撑很久。可以可以，我可以开始开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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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我可以，自然甲我怎么办呢、啊、快哦，好像可以升一下啊！大只的来了，哦，对呢，章鱼，不是啦，章鱼，还是我没杀适合打他的，我就会掉了。把你升，放这里不知道会怎样哎、欸。好了，还是后面一点点好，一点点就好，一点一点一点点，两个，就一点。来了什么呢？隐士团团，后面的白痴、啊，小雨你人太好了吧，小雨，哎。美术哦不，开心影视啊！我大叫，这个叫声也太惨了。没做事，你看他，刚前面打的火热，他完全都没有做事。他坏坏，啊，他是白痴。可以可以可以，有吃了 taco 了。哇，这章鱼差一点点。我吃不掉，吃下去了。一点点，
我半血，帮我收一下。我这个真的太智障了，我真的残血一点点而已，可是后面有一只炮手，炮手还行，炮手还行。你看这个是几乎九成新的，对吧、啊？有个九成新的，这个九成新好像是路人啊。等一下，九成他才先打九成新的，亏啊！旁边那个是，旁边的声音是那个，真的是在哭哎、欸，九成哭你大军呢、欸？啊、还行哎、欸，你们在哭哎、欸，哦，百尸之枪哎、欸。白痴枪，他给我在那边，在范围外在干什么？你不是在搞事啊，机枪！我把你放在最前面可以了吧？哇，战力开始差很多了。啊、路人就是一直漏啊，但是他工人申报啊，对啊，他就一直申，对他26了、欸，哎，对啊，工人申报、啊，但是一直漏啊，哦不，他放什么鬼东西？哦、他放半游侠的头像，为什么你有？我都还没有，半人马，他要崩溃了，他要崩溃了，头像哦，人家头像、哦，反弹打头像啊，头像哎、欸，游侠的头像，然后真的是在哭啊，为什么我没有？哦，可以换头像啊！哎、欸，我这一手破没吃掉、啊，我守住了，我守住了，我守得很稳，我守得很稳。没关系，我很开心。不行，我被抢了吗？哇！哎、欸，我也打了很久，什么？我打的你们也是啊，可是你只有一个了，狠人，很低啊！让我们钻，让我们钻。哎、欸，不要切！我还在打、哦，为什么？不要切我们的钉子，不要切它，它是无辜的钉子。切钉子，钉子。哦哦哦，钉子，我想要钉子。钉子，我的钉子被切后排了，好痛。好好。啊啊，没事，算了。啊，没事就算了。啊，没事就算了。哦，大猪猪好贵哦。大猪猪超贵的。它跟那个树一样贵，超贵，420，贵到不行。你没有更多的钱，对，钱不够。你的话是这个吗？不管啊，我就放一大堆召唤师啊。哇，你真的是一堆召唤师哎、欸！我就拍一大堆龙啊！猪猪好棒！我以后看到猪猪，我要留着。然后两只安全鼹鼠，猪猪要养很久。我按错了，两个框玩的。两个安全鼹鼠啊，打不对啊！不行嘞，我已经打不动了。你也是两个安全鼹鼠啊！打掉一只，还有一只啊，打不掉啊！你看，哇，我还剩一点点、啊，我耐串，哎、欸，我打下来了，哇，那个鼹鼠好讨厌，哇，这波，那有点微哦，只有我的三只，对，这很微哦，肉超多，我的瓜牛大军 OK 的，是啊，你留的这个很恐怖啊，没有啊，我们这边先进去啊，我们先进去啊。痛痛痛痛痛痛！没事，可以啦，你们的国王很坚强的，坚强 A 国王。他也开始受伤了。哎呦喂、欸，他活下来了。嗯，好棒。对，接下来就真的是不一定了。对，对。哎，怎么办呢？一瞬间全部升级、嗯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哦、好无情哦！哦哦哦！这么有默契啊！我们的默契怎么那么好啊？
我喜欢、欸。我要直接看隔壁了。哇！他可以叠吗？不行啊，但是就是假如一边倒了，另一边还可以继续开啊。嗯。手去手领，手领统领有点过分啊。他好喜欢招，好像不行，打不下来。哇，声音下去，我好像。好像很微，撑不下去吗？现在感觉就是晚一点倒就好。对啊，撑下来了，谁比较晚到？我们应该是先进来吧。没有，他们有约芝芝，可是芝芝我们会进来，撑一下下，只能撑一下下而已啦。挡一下，我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对啦，一下下可以了、欸，哎，一下下。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倒的比较快，我们倒的比较快，血扣比较多。对，是的，狙击。太难了。最后我们的默契。Yolo 很赞。Yolo 好玩。Yolo 很赌吗？嗯，哦，可以换头像。我们的图表是怎么回事？后面直接爆。玩的不错，玩的不错，都玩的不错。那换换人组那个。那换人组啊，那我离开小队，图表直接加一路向下，太棒了！没有吧？我离开，然后我再加进去。你们现在不是？哎、欸，我不在队伍里啦，全部解散，然后再队长进来啊！哦，队长离开就全部解散，好，那看哦。然后这时候就什么？全部回去小队，各自点右键有没有？也可以啊，也行啊。好，加，看他是不是加进去的顺序的变得就不一样。是的，好了。你现在怎么加？加入你随便选一个人，随便选个人加。对啊，你那个 Steam 那个直接加。哦、oh, ，你这个是邀请的、啊。哦、oh, oh, ，要把队友拉走。然后他们就全部自己在这边，自己在过去。不然玩那么多场猫猫，怎么没拿到猫咪的？那真的都是运气，运气啊！嗯，哇，好好，我也是打到头像的人了。真好，不然每次到 DC， 哎、欸、哎、欸，台湾人呢、欸？到了一张哎、欸，台湾人、喔，台湾人呢、欸？刚台湾人呢、欸？阿奇，哎呦，还有干爹啦！哦，干爹是不是？哎、欸，凯瑞哦，路人都很凯瑞的哦。对，我们那个路人都要，就是超早就要加十五个工人哦、喔，还给人家压力，给人家压力，超级给压力，超哭了。路人都是 YOLO 的哦、喔，对啊，路人都狠狠的哦、喔，真的假的？我坦克就这样，好贵、欸，嗯，我第一次85块，我接下来就185块了，好贵哦！我的15、35、50、60，哇，你的都是先平民阵容，哎、欸，我的15、20、50、60、80、270，这样子，跨度太大了吧？完蛋，我只有封印这个坛。他还是输出加弹的定位，对，他是输出加弹、完蛋，完蛋，人叫呱呱，拿来随机骰。随机。这个观众叫哈奇，他说他只是想跟路人玩一场而已。哦，我不是路人啊，我不是路人，是故意撞的。撞到了九个路人啊！路人啊！撞到七个路人。我们是路人啊，对。中钱，中钱。
那下次记得哦，不要在我们牌的时候撞，很危险。你会撞到不是路人的人哦。对，好可怕啊、哦！好了，不要撞到不是人就好了。真的不是人，恐怖哦。至少撞的还是人。对，应该是吧。该吧。啊，下一波没有什么可以打，都是红的。等离子发电机，我都红的、欸，我也都红的，哇！只有一个绿的啦，可是钱不够啦。那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惨的好了。对啊。飞行单位是这个吗？升这个吗？还是升这个好？猫鼬是什么东西啊？看不到东西。给它吃鱼，要喂它吃。喂猫猫，它吃饱要吃，那它会要吃七次。对，它七次它会多被动，击杀回血。要210块。嗯嗯。可是可以分开一次一次慢慢。啊，每次吃会加血量跟加攻击。没错。哦，这越吃越强就对了。嗯，没错。没有错的，没有错的。行了，要甩掉哎！我等他甩了。火焰领主，香蕉树，太贵了吧？好贵哦！好贵哦！哎呀，对哦，我真的不行了啦！加油！撑下去，活下去。炸裂！炸裂！要不要敲啊？啊，夕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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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有15块50。好了，听到你笑那么开心，有钱送你好东西了。送你好东西。然后放这，是不是应该放个范围？按错了，按错了，不要理我。野蛮人，很野蛮吧？太野蛮了，就是克你的那一只回避，太可怕了。你降我攻速，我降你攻速。你降我的降。野蛮人呐、啊。丢给谁？哇，又是我，又是你，你还实力，够实力。哎，我还是丢给小雨啊。对啊，我看还是好像我觉得丢的人不一样啦，我丢的人不一样。哎，我还是丢路人哎、欸，对，我觉得没啥差哎、欸。我也是丢给阿汪啊。对啊，我也是还是一样给繁星、啊、我丢给杰，还是他队伍会照 ID 去排，照 ID 排序。哦、这就不知道了，有可能看他心情。抽到，不然就他的乱数没写好。嗯，我一直抽到一样的乱数。有机会。这个嘛，这个嘛，感觉有可能打不赢呢。Miss my。有可能打不赢呢，先帮国王升。一下升级一下再说。哦，那先升一下国王啊。好像会打不赢嘞、欸，那升国王好了。那先升个工人好了。对，升错了吧？直接升错的。加油！啊，扛不住！加油！够硬啊！你是什么坦？杀。
犬杀獾还是杀什么？他一开始哦，他很硬耶，没有因没有，因为你是奥数甲，这一轮穿刺直接加15%伤害，嗯，他会打，他会打破，你就被打爆了，不然他扛那个法伤超恐怖，扛爆，再一下哦，九块耶，冲啊！一只而已，一只而已，很蜥蜴，水啦。压倒你最后的蜥跌倒，就是因为有了他，对，就是佣兵的胜利呢。哇，多多深，多多深，多多深。哦，它可以变、嗯、哦，水的吗？对，右壳壳头，右壳，对对对，它可以转来转去，变远程跟近战，超棒！小蝌蚪，小蝌蚪，小蝌蚪，小鬼瓜牛哇！所以是那只瓜牛叫小鬼吗？小鬼瓜，小鬼瓜牛。瓜牛当家。OK， 打完了，结束。你波到底怎么打啊？这么烂阵容。烂的阵，你跟我一样啊，蹲到底啊。你说等等嘛，这蹲到脚酸了。对啊。好、啊，就蹲到。就相信队友啊，然后一直升工人啊，想办法把你对面的那一路打烂啊。哇，那真的是团队合作哎、欸！我的天哪、啊，真的、啊，嗯，我刚刚那局超烂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一直丢给他接，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蹲到小马、啊，差3块钱，啊、哦，够，看错，可以，我还以为他差3块钱，哦，好的，赞啦。你要这样，哈哈哈！再不升这个花花不行啊！紫鹰真棒，啊，还垫一坨，好，可是我快倒了，啊！我刚放空了一下，放空了一下，你像被射到哎、欸！啊啊啊！那个啊啊，被电到了！啊啊啊啊！右下角说你有153块没有用哦！哎呀，哎呀，教练你怎么看到了？忘记了，被发现了，被教练抓，被教练抓到了。教练其实真的还蛮常会抓这种，比如说就是你如果都没有远程，都是有近战，所以你缺远程呢，你要记得升远程哦。教练这下啊，白痴，我按到哭啊，赚了，加速出了，教练，咦，不对。钱不够啊，没钱啦，拍摄我没钱，我没钱，拍摄没钱，我没赢，我没钱，现在 pause 没赢是怎样，我没钱，炮手你不要在后面偷偷来啊，炮手，炮手小坏坏，小坏坏打死你！啊，前排坦不够了，我没钱买坦，坦太贵。啊，你塞过一次了？塞完了。哇，那你就没办法了。哇，那就没办法。那你就想办法多囤工人吧。大家接。啊！早知道不要买下去了。
买了啦，哪次不买？但是买下去没钱升级，那很好啊，那不好，很好啊，很棒啊！好，你吃鱼，吃鱼，吃鱼，吃吃吃，今天吃，吃爆，喂爆，吃爆，让他吃爆。啊，我刚刚是啊，我点错了、欸啊，什么？我刚要点升级，就把它卖掉了。哇！哎、欸，这很亏、欸，很亏、欸，亏到爆哎、欸！亏烂，从赚钱直接大亏一波哎、欸！对啊，哇！还好那只没有很贵了。啊！我只把升级的那个锁全卖掉而已了。你没有买比较贵的哦，哈、啊，贵一点的嘛。不要，好可惜哦！不要，哇，漏了一点点，都被隐士弄了，好回啊！啊，不应该叫他的，算了。我想说，你跟我一样都是红的话，应该是趴这只吧？嗯。哇，凯尔也出来了，谁的啊？那么猛？对啊，谁的凯尔？阿旺，阿旺的凯尔。哦，是我的。复仇者还、啊、是我？哎呀，是。是我的啊，嗯，是假呢？我看来掉定了，我看来掉定了。你是个坚强的国王，我帮你升级。对，我帮你升级，因为我掉定了。有事哦。啊，算了算了，就这样。我觉得我根本守不住哎、欸！哦，你第十波雪女建议要升哦，扛不住哦。雪女可不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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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我收下了。好吃的章鱼，150，它是章鱼，它蜘蛛，好好好，是蜘蛛啊，它有八只手，没错啦。不好吃的蜘蛛哇，我差一点点呢，哇，不好吃，700滴，黄牛大军大获全胜，这个嘛，这个，这个嘛，这个嘛，看。法力提高、嗯，法力光环，我好像没有什么法力角哈。法力光，哇、啊，他剩下360哦，没有钱，花毛钱，我冇真正是冇钱呢。拍死，我冇钱。啊，我没有法力角，只能这样了。哎、欸，等下，不对不对。看一下，在第十二波之前，他们有魔吗？他们没魔哎、欸，啊，完蛋了！你升到一只没魔了。对，没事没事。其实我看不太懂。再蹲一下队友。还好吧。看不懂那个限制力。会掉光环会回来，还好。就是你选了，暂时不可以使用派兵跟佣兵升级国王。对。是要花那个。水晶的没办法使用，没错、嗯。然后十二波之后会给你钱跟秘金，是不是？对、嗯。哦。所以我一样是可以摆兵到我的场上。可以啊。没有手下。是不能放佣兵而已。看看我。我们这边很辛苦了。然后排切后排切是宙斯对射他，宙斯对射啊！有两个在射，两个在射，两个在射。哎、欸，宙斯！哎呀！哇，差一点点。340啊！你下去啦，好贵哦，粉身坦啊！哎、欸，真的是没有办法升呢、欸。既然没办法升雪女，那我再多放一只雪女好了。啊，你这样子更亏哎、欸！
可是没有钱、啊，你就留着、啊，反正都会输啊。反正都会输，反正都会输。不是他这样就本末倒置了、啊，一直升不了，然后再一直放血你。看你啦，没事没事。看要不要听有学女头像的建议？好像突然有好像有说服力耶，突然间。欸，还好我没有进化它，不然是拿到狐狸耶。狐狸也不错，还蛮可爱的。也蛮赞的、啊。对啊。完了，我们开始漏了，越漏越大波。好喂、欸。都到十八去了。因为反正他都一直漏了，倒不如就我一直堆啊，我跟你讲不了哦。我知道，我就一直我就先堆钱啦。哦，因为我的你知道我单位都太贵了，你又没人要、哦。85，85，185，190，200。啾啾啾啾啾！来了来了，猴子天堂。The fire obeys me. 先升起来。嗯。哇，没想到放谁身上呢？先这样好了。嗯，是。学女升级过后，那个叫声听起来很怪。会吗？在哭哦、喔。在哭哦、喔。这样。嗯，有点不妙呢。那只鼹鼠在那里。小猴子。猫又撑住，树倒啦！倒了，不行了！哇，差一点点，隔壁倒三个，撑不住，很脆的，啊，你们两只残，一只。哎、欸，不是，我看错阵营啦！啊，我是，因为我刚刚一直都在右边。完了，我们的王要下去。转烂，因为我们的有个萨满呐，好爽。萨满我丢的，太爽了。范成老师，我直接下去吗？王，你不要、啊？不是、欸，不会啦，撑一下，差十几趴，没事。哇，可是这一波很爽、欸，大坡的舒服。欸、教练说你燃起来了，掉下去了，燃起来了，燃个屁、啊！教练，你知道我们要下去了吗？教练想下、欸，没有了，是我的教练，我的教练我在不同阵营的，不同的，太过分了。哦，一只隐士，一只鼹鼠啊！我没有鼹鼠哎、欸，不是哎、欸，小雨都丢野蛮人呢、欸。啊，你不是攻速阵？啊，你偷看！你偷看！啊，你不是控制症，你野蛮人啊，一直丢一直爽啊，开什么玩笑？他是丢客的啊，专门丢野蛮人啊，哎、欸，我很委屈，我每次都少三块钱哎、欸，委屈你了，两个舍不得丢的、欸、看到你那个控制症，只好丢一下。我的加一只那个头领，受不了，嗯。切他后排！哇，空鹤丢高，丢得起来吗？好像可以哦。哦，可以的。啊，还有一只空鹤丢高，丢起来了，丢起来了，丢起来了。空鹤很猛的。嗯。我吃多少钱？嗯。
我只能这样了。哎呦！哦，这个、哦、怎么这么开心、啊？你说这个吗？怎么那么开心？你说这个？你也太开心了吧！开心的，开心的，开心的。哎，你这个会不会太开心了？很无情哎、欸，丢这个的话。真的无情哎、欸，这个是干嘛、啊？哪一个啊？魅影分身吗？他丢一只视野魔，是视野。哦，因为视野魔刚刚是拿去搞人家用的。视野魔真的是搞事。哎、欸，不是哎、欸，发呆，发呆。发呆。我没办法，我要送一只全新的章鱼。我好像没办法。我也是送一只全新的了，我没办法。半血章鱼。唉，真的是靠队友了。进去啦！啊，这个应该，这应该 GG 了，直接下去了。别人手，直接下去了。对，再回四只。啊，失去。爆炸了！爆开！爆开！好哈奇哦。我丢他也丢很多，我丢了1300给他，1300。哦，哎，我这一轮都在让自己不要漏兵，我丢繁星超少哎、欸。Oh, 你看繁星超舒服，760而已。我也是720。哎、欸，我收640而已哦、喔。嗯、啊，我收最多。你说1000，我们都丢歪啊！我们真有三个人选那个限制力呢。可是他经济会给蛮多的啊，对啊，限制完之后就给很多，对啊，就撑到13步，他就等于是让你强制你多蹲一下而已。我的魔法师配那个宙斯跟那个招龙的死亡灵，哎，死亡灵主吗？还是什么？哎，招魔龙，哎，招魔龙，还行。啊！我啦、啊！取消！取消！取消！你们不是要录影吗？要录影！要录影！要录影！是不是？对啊！对，你们要，你可以继续。啊！我以为今天是到12点了。敢不敢到12点？没办法，录完再说，录完再说。我这次没差啦，团团那边我敢啊，但是有人不行啊。你要我再上头一次吗？Hello，Hello。啊，好了，就这样吧。好了，消消消，我来速速去抽完卡一下，速抽速抽。那小雨还要吗？可以啊。那谁？继续玩玩，阿王你。哎，剩我们两个。哦，剩我们两个，好可怜哦。可怜哦。真的，好惨的。我以为我们要其他朋友的。对啊，阿王啊，惨的。哎，受伤了。那我先离开，那我们再走。离开小队。哇！那你再，那你再叫。那我们要打，你要打22还是44？22打比较快。好啊。哎、欸，可是22好像很难排队。嗯、啊。今天下午排好久。好啊，那44啊。我们去。好，哎、欸，找到了、欸。嗯，所以只是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没人吗？今天下午跟雨月打的时候没人。美术。哎呦，芝麻，麦克嘎罗。那是积分哦。对啊，那是积分，就是他一定只能那个。哦、这么这么残酷的吗？没错。哎呦，好痛哦！哎呦，麦克卡很痛。Neuro everywhere。哦，混沌那个才是每一回合都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好了，我来贪婪就好了啦。有点优柔过头了，头快爆炸了，游不下去了。再试一次骷髅阵。
准备就绪，那去厕所。哇，等一下，来发红包，新年快乐！感谢汤包包的666，感谢感谢。哦，包包，你好久没出现了哦。另外一个包包，汤包包。酷东西耶，你也太早发了吧？没事，我也希望每天都在过年，好吗？可以让我每天都过年吗？好哦，还有红包耶！你赶快回来就有红包了。不行，我还要在这边。我努力工作耶，不行耶。问一下，问一下，应该可以吧？等一下，对面是什么嘞？哦，对面是海蛇，可是它海蛇怎么这么神秘？哦、我说要肉冰了，嘿嘿，太贪了，我太贪了，快出事了！哦，很极限耶，我的说服者太极限了吧？没事了，没事了，这不是撑下来了吗？嗯，换个思路嘛，对不对？可以了，可以了。选混沌就不会有种类被克制跟单位太贵的烦恼了。你说因为每一轮都会只换新的给你考虑吗？这个每一波时间超短，完蛋了，我没弄好。你要出事了吗？在挑。哦。然后这一波，你好像可以。我微妙了。不行！哦，我，你看我的碎骨者剩下刚剩下20滴、30滴、20滴、30滴，超恐怖的。来了，跌倒了。来来，让他下去。撑一下。开店，开店。哇，你撑得住哎、欸！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碎骨者很猛的。知道啊，越是不是看起来超危险？可是他真的就对心脏很不好哎、欸，就一直觉得 Oh my God， 好恐怖，好恐怖、喔。配个纸纸。因为他是血越少回越快啊，所以对啊。血越少回越多啦，对对对，一次回的量越来越多这样。所以就会很刺激。那鬼姑其实也是。啊，怎么给那么贵的？没有扛下来吗？哎呀，那边漏了一大坨啊！可是他的鸟鸟应该有办法把他打完。啊，在那思考的时候。练一下吗？练一下。
较稳啊。那买不买到、欸？挺好。哦，有哎、欸，买到了。诶，我看一下 ，TES 追攻，哦，对对对，是这边奇怪的海蛇队，飘飘飘，哇，他这个野蛮人狠的，猛的，专门在克你的。碎骨者来啦！来发红包啦！哦，是四汤包，谢谢谢谢你的红包，新年快乐！感谢你的六六六！冰女怎么差三块钱？怎么差三块？起来，站起来！哎呀，哎呀！哎，可以 ，nice。然后放这个，该。好，放一个吸引战法。啊，我已经要来开骰了。我快骰完了，剩最后一次机会。哦，你是三次骰的那个。对。难怪你刚才宣教是。干嘛呀，冰女？嗯，这样好像其实蛮不错的。冰女想办法去另外路帮忙吸引一下注意力。哦，不错。哎呦，打过去了，打过去了。我换我打回去是不是？嘿，我们两边应该都。野蛮人过啦，哎、呦呦那一次该换我们野蛮人了吧？开什么笑？赚钱喽！赚钱了，赚钱了！这边的话。冰女哦，我帮一人一只冰女好了，好像还不错哦。钱不够，钱不够那个，那就这样。可是冰女怎么冲那么快？还可以哦。可以耶，冰女拿来分线蛮好用的。对啊。不知道，你们没关，两只马跳进去了。我说你的衣柜门没关，芝麻要跳进去。
哎、欸，跑出去了，完了，你要去抓猫了。猫跑出去了。抓猫了。千石蛋。哇，都没抽到光环呢，好亏哦。对啊。我觉得这游戏有没有光环真的差很。没错。感谢杨毅的续订。太赞了，这个兵 ，nice。大老爹刚没买到，小亏，可是还好。看一下这次是什么。不会，定制定野蛮加隐士，哇，好狠哦！我应该可以打完150吧。我是飞龙，可以可以。哎、欸，过了过了 ，nice， 你打过了，你打过了。但15个月时间过得太快了，对啊，你看，三年了哎、欸，快三年了哎、欸。光环，光环的，好，我要讲，赞呐！我把光环丢到我的火焰领主头上，他这样很像是一个超级大法师哎、欸，你看，他旁边的哦，对啊，我刚刚就是一只凤凰，身边都是猪猪。等一下，300。冲啊，各位！感谢嘉轩。右边要再补一点东西。OK 的 ，OK 的。哇，你看那个左边那台利维坦。嗯，利维坦哪一只？就那个飞船哦，它被打掉，超大台的，你等一下看。好啊。就是敌方的右边，超大台，超傻眼。他把光环塞在他头上。抱歉，430太贵了吧？360也好贵哦。算了，多叫几个球球好了。啊，这一波好不好收？哦，他们放下一波，我去看隔壁那个什么。哦，好大哦，超大台的。我刚一切过去看，哦，哇塞，也太大台了吧！威罗兵吗？好像。喂，这左边好像。还行，还行。
那他的那个右边那个一直被一直掉兵，一直掉。可是他队友都帮他扛下来，好扯。这波应该不行了吧？应该掉了。有了有了，我们可以赚钱了，我们赚钱了。哦，好像这啊，不是下一波很恐怖哦。他们全部都留下一波。对。妈耶，没有办法的。魔法多，魔法不过换上人间感觉还是对那样还而已。嗯，感谢雪鹰的会员，没有，没有，感觉难打。我也觉得难，什么都要钱，以花。哎，怎样呢？哎，我这边都没丢哎。哎，我也是哎。哦。啊、他们要在下一步是不是丢个剑龙而已。嗯，丢一个剑人，太过分了吧！哇塞，这是难得我丢分线有养成功，太难得了。前排可以了。要输出了，哎、欸，没事，他们都，他们调兵调三只大的。哦，对对，打后排，打后排，对对对，转转转，打起来，打，对对对对对对，弄他弄他。没错没错没错，就先戳那个，戳烂他。算啦，游戏安内啦，碎啦。嗯，你牺牲。啊，想想。哦。哇，不够哎。嗯。我等到下一波、哦。好。我想想。好，神经。我就丢一只炮手，哦，来了，兽群首领来了，快出大事啊！兽群首领，哈哈，出大事啊！难啊！肉群首领，我真是没有一次打赢过的，太难了。哎、欸、哎、欸，你过了哎、欸！哦，我过了哎、欸！哇哇塞！我想说，我使劲的，居然活下来了，太意外了。该不会？该不会？还是哦，赚到赚到！现在有虽然没玩这款，但是超爱，虽然没买这款，但超爱看塔防。欸、塔防真的很刺激耶，对心脏不好哎。好，放这個。他自己有。兽群首领是不是？放回去，再加个野蛮人。算呢？嗯，我购买。啊，全都是红的，可能收不住了。我有点微。来看隔壁的状况。我们来看看。头领走到最前面自杀啦！哦、oh、no， 头
没事没事没事，他们是量大鱼池的主了，最左边那个量大鱼池，全都是一阶鸟鸟，一堆鸟鸟就要被吐烂了。哎呀，他们好像他们完蛋了，不行了，他们死定了。我守下来了，我守下来了，可是我可能没办法帮你们守下来。没事没事，我尽量撑时间好不好？啊，你看。没事的，没事的，他们要被拖了。他们已经在打了，然后才打到你那边啊，可以，可以，可以。他们是 FF 了，这种打群平的，好好。对啊，斜线哦，是啊。哎呦 ，nice， 好耶！看一下，啊、哦，没有掉兵，好棒哦 ，nice。哇，你长大了。好棒哦！我这把那个冰女太赞了。原来我们都是优势哎，怎么没有感觉啊？我没什么感觉啊。我那把兽人，我这快吓死了，太危险了。哎呀，我觉得我很棒。哎、欸，你还是查看分数，已经走到下一局了。最快的那种。嗯，没事没事。嗯，珍惜这个倒数二十四个小时。我的片可能没办法准时。哦，对，没差。如果他不是连他没有连机那些，感觉就还好。就是就只有交换东西的。对啊。有什么可以玩？那时候我有一个观众说他是常常是回来过年，所以他在被隔离。嗯，然后他就说他有买实体片，可是因为他被隔离，所以他拿不到他的实体片。哦，然后他就在思考，我就跟他说，不然你也可以先买线上版，然后等实体版来的时候，你到时候再把它卖掉，就是把它卖二手卖掉这样，因为其实这样价差其实不会差太多，说实在的。大概可能差个顶多差个一两百块吧，就是至少他可以玩得到这样。我可以玩鱼人了。你可以玩鱼人了，可恶。哦，我在看呢，可恶。百三。好，就这样。扭扭。等一下，扭扭怎么放？好，牛牛放这。好的 ，OK， 好了，完了。万斯是谁？万斯是右边，就好像打的感觉就是固定的那个位置。起来了，牛牛！完，钱不够那个哎，够买这只。无情的海怪要被换掉了。无情的海怪。钱不够，可是牛好像自己没办法撑两轮哎。可是我也没有低价的东西可以放，那就没办法。他只要丢一只瓜牛来，我就会整波爆掉。哇！因为牛好像可以刚好打完海象，可是如果有瓜牛，就会整波爆掉。有吗？有。有，完了。要出事的牛牛啊！分歧了牛牛。哦，没有哎、欸，可以守得下来两波、喔。
那周有牛，我都要学牛喽。牛很强哎。对啊，我记得牛可以扛到三，只要再加个东西。没有没有，他刚自己一个人扛了二，很猛哎。哎呦，很赞哦。那我要放，看一下这波的话，麻烦不大。下一轮190，190我就可以再买个朝圣者。哦，花花配小圆真的赞呢，很赞啊！因为小圆真的升超快的。那再加上我还有圣马，赞哦！那你那个超快就升满，三次都75。很的很的，202，那我可以买一个这个。你是不是可以耶？对啊对啊，我在看他那个钱呢、啊，可以摊一个，那我就可以买帮忙补血。他们两个就可以谈更久一点。有，帮补帮补。Yes。哦，那这波也没办法增加。下一波130，哎呦，进去了哎、欸，你好猛哦、喔！哎呦，哦，欸、我丢一只，放枯光色慢一点，嘿嘿，没错，慢慢来啦，不要那么急。他被换，他被换，偷摸偷摸，粉丝机152，150，有了有了，赚蛋赚蛋。详细啊！来放，算一下啊、哦。算了，再交一次这个好了。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就是交一次这个。然后他就可以两只一起帮姑姑补血，开心姑姑。哇，那姑姑快补满血了！真的假的？你为什么要成就啊？哦，好强哦！我两只那个、欸，可是我有一次这样放都没有放到过哎、欸，因为你要有人跟他谈呢、啊。有啊，差一点点，可恶。有啦，还是补，完了。没有，没拿到。那呢？我觉得他就是有机会会拿到他满满。啊，对啊，他都是这样。会这样？哇、哦，180不够哎。我疼到软泥哦。对啊，我也要软。哇，好犹豫哦。算存一下钱。应该可以吧，看刚刚那个补血量应该是可以，最好的话是有三只坦，如果这只的话，要分开打。
爆奶爆。对，忘记看他的阵。哇，他跟我是……哦不，没有没有，看错看错，吓我一跳。好爽。啊，我思考一下放谁比较好。我放这个，诶、牛的领域是。满加花牛。嗯。放这好。买起来。他们准备是打鬼夫，不打不打这个，尴尬。那、啊、你们可以集中一点吗？集中，喂，集中，集中点。哇，看来好像死亡领主比较好，你来不及，没关系。二四四不够诶、欸，二五零不够诶、欸，哇，打不死这个火箭兵，进去啦！一个宙斯、哎，没有宙斯，一个宙斯应该小火火炮兵而已，火炮兵而已。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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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野蛮人啊，不用怕。哦，太棒了！那我可以买死亡领主了，好爽！好爽哦！好爽，应该可以够吧？啊、哦，不够！不够啊！哭了。阿欢，这里。这个是……啊，让我想一下。这波是蛇蛇，那我再让我再叫一只，哇，那囤两只龟龟，啊，我的牛直接倒了，我这波有点萎哦，我的弹道太快了。三七，跳，可以了。应该是打不进去。两百五宝器，五百。有了，可以买，买起来。想看一下这个小海蛇能不能偷打一下 PP。要吗？算了，不要。我来开谁啊？哦，都没有光环呢。嗯。我准备来生牛牛了。好。我来砍小朋友啦，老爹！打起小孩喽！
选择 full material， 你要选择 full material， 哇，那我选一下，你要选择 full material， 回声他先录，是不是要？好，升个这个好。300，哇，老爹推好快，还有补血的，什么？哇，二魂，二魂，都会招小怪的那一只啊。哦哦哦，我觉得他，不是吗？那是是巫女吧？哦，真的吗？看起来像他那图像像阿伯啊。很像那个怪兽电影公司的那个哦，罗斯，罗斯，罗斯小姐，华斯基先生，华斯基先生，好耶好耶，算帮我赚了一点回来，太好了。哦，我看看。哦，我的前线要升要多少？355，有点微妙。拿选择 full material， 拿选择 full material， 拿选择 full material， 拿选择 full material。啊，买不起。好像还行，吐起来，吐起来，请开吐。我们都选什么？啊，差十次。差不多10块钱而已，好，好亏啊！远程，来了来了，香蕉来了。让我想想，好吧，最好无情 A 胶。虽然我是想生白毛牛的，很主啊，无情的胶啊，无情的胶倒了，哼，我这波没办法。哎、欸，有办法耶、欸！有办法耶、欸！有两只龙，应该可以。哦，剩一只龙，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哦，好勉强哦，可是剩下来了，好耶、欸！好耶，剩下来的。来了，白毛牛。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生成凤凰，没钱。穷到不行。哇，撑不住。
以可以。他们都没有像我们打八人的那时候，就是那种对面都会丢一堆跟鬼一样。只是比较接近吧。对啊。我好想去查到底是要怎样运营那些工人。拜托。查到告诉我。真的，感觉要去爬一些英文的才会找得到。嗯。啊，凯尔欸。哦，而且他是大师的凯尔。没救。你可以偷一点钱的说，可恶。来了，猴子。嗯，应该，哦，他放狮王，哦，好聪明哦，狮王旁边放那个粽子，嗯，就那个50块那个盾，哦，三角形的那个，哦，很低是不是？对对对，很赞耶，很聪明。什么树？喷下来呀、啊！树哦，树喷血喷很快，完了。寄生虫。对呀、啊，那是阔鱼寄生的呢，很危险的。狠狠的，还行还行。220他只掉了两只哦哦，这个凯尔，对啊，够不够？莫打莫打，不够不够不够，找到，一定是我的补士不够多。需要更多的补士。拿钱的负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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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钱的负面体。Not enough gold。很酷啊，各位伙伴！我巨型瓜牛。哈哈哈哈。他是选巨型瓜牛啊，我的好像也是选巨型瓜，可是他这波是派一堆 CE， 我不行，都被那个 CE 丢光了，哦，气死！完了，我们漏兵漏爆了，我们有升国王吗？危险的，他没有开哦。王，撑着啊，王！好，可以了，王撑得下来。啊！哦，他的章鱼就进去。160哦，好便宜哦，买不下手。那我试试看呢。
我觉得我每次优柔道的都很怎么讲，输出都很单一类型，就很难。嗯，玩优柔？哦，不是优柔啊，就是赛道的两个都很那种，从开场第一局跟后来赛道都很，是很痛苦啊。都没有那个诶、欸，穿刺。我现在唯一的穿刺是香蕉堡诶、欸。我就感觉要玩单独阵营，感觉玩就是科技的那个，就是有电子原子的那个比较元素吧。对啊，元素的那个比较中规中矩一点。嗯。他虽然没有两倍或什么的，可是他也。至少就没什么弱点，不过一波直接什么扣28次这种事情，他人队友比较多，队友都肉兵可以获得额外经济变多，有可能。哦，他们 all in 了，他们 all in 了。哦呦喂，我这边请问一下，三只野蛮人是什么意思？太无情了吧，三只野蛮人！我不会塞了，下去了。不如他们会等到海象首领再 all in。我们是不是要下去？嗯。对啊，紧急被拉开了。哦，他是几只在天天天啊？还有两只大只的那个君主哎、欸。对啊。他经济也太好了吧？第三步就走走，太难了。奇怪了，他们前面感觉就漏的蛮那个的、啊，为什么？对啊，还是前面被打不痛，然后他们就漏一点，然后想办法冲攻人家。哎，太难玩了吧？我曾经以为我们好像进步了一点，打完这场又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芝麻最近睡觉的地方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还有每次要转头找他都不知道转哪里，都要转一整圈。这局牌比较久哦。啊！被咬了。S 要试试。好，那我们去试试。来试试，摆起来。哎呦，我总觉得，哎呦，我希望这个是白金哦。我们这边的两个也蛮亮的啊，对面那个也很亮哦。欸、他们同一个军团呢、欸，哇，
我会被检举吧？哎，等一下，六个人，啊，我们要被检举了，玩太烂被检举会吗？了，我们宿舍要吃六个检举了，完蛋，报应，报应，完了，出事了，完蛋了。哇，不能搞耍了耶，我原本想说乱来的，我害怕了。我怕了，我怕了。好了，锁定。放太后面了。哎呀。啊。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哇，这样会不会没钱摆啊？可恶！新加坡军团啊，应该不会怎样吧？应该不是，应该没事吧？应该不会被骂吧？我都给赞呢、欸，那我要给他们个赞，赞哦！一起比一个赞，以示一下我们的友好。以为是六个路人，结果我们才是路人，真的怎么办？芝麻吃进去了，太危险了！啊，他后面怎么会是纵火狂？你有看到吗？对，哪里？对，欸、对，手在这里，他这么白的，他怎么会是纵火狂？哎、欸，等一下，哎、欸，啊？什么？你看怪往后冲啊！对啊，往家里冲欸，那是 bug， 它是显示 bug， 只有一个人在守欸，好猛哦！啊？欸，这个纵火狂守两个人欸，我看错吗？太怪了吧！到底是怎样？什么报应？我没有给赞，什么报应？欸，我们明明就给赞。我平常都很好，好不好？只有之前那个骂人的，我们会挑战一次，就只有他哎、欸，检举不挑战。对呀、啊，不是问题吧？是他自己偷骂人哎、欸。等一下，芝麻发疯了。发死！你看，你看，你看，花剪这么短了，你还要咬？哎、欸，他好强哦！第一波他的队友不守，然后放九头蛇。这到底是怎样？你看，你看，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是走下去的？有啊有啊。然后他是靠纵火狂，啊、好像是有有有，我知道他好像是什么组队的。如果两个是选一模一样的优柔，好像可以两个人一起守。一模一样的优柔，好像是有这件事，不是一模一样，就是你选哦一模一样的那个阵营吗？对对对对对对。哦好猛哦！这件事情哦，不要再咬头发，又有新玩法哦。难怪我那时候看人家玩，怎么为什么他们是什么？你帮我补什么鬼东西的？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我想想。那就一直拼点，可是很吵哎、欸。就跟你说放这边啦、啊。哇，超神奇的。哦，如果是选共通努力经济共通的话，那很爽，一个白烂就好了。幽冥，真的是幽冥耶，直接挂。哎呀，哎、欸，
盖起来，盖起来。哇，可是他们的鸟那个看起来真的好恐怖，一整坨超大的，我不到不行。一滴喷，一滴喷。纵火狂看起来有够猛的。我是小九头蛇啊，没长大是不是？没有，就是死掉会变成三只、哦、小只的，所以他很强。选一下。真的神奇。偷混了一只野蛮人进去，居然偷混一只野蛮人。哦，可是他有大黄符。我是第一个攻进去的，加油！哇！算你只要44滴血，好了，希望可以摸掉它。哦，哦不，被赚到了，被赚到加一了，亏了亏了。还是放假。哎，好犹豫啊，这游戏。啊，我少一块。哇，减几颗？你怎么少一块钱？因为要养猫，养猫开销会很大。哦，对了，养猫其实很贵耶。你看啊，3721，210耶。对啊，210还要加他自己原本的呢。哎，养猫真的是很贵。哎，好像可以哦。他要他就是倒了就可以喽。对哦。有了有了，一块就好，只要一块钱。好耶好耶，队友也漏了，队友也漏了。我们可以再偷赚一块。哦，两块两块哦，转转转，好棒！265，贵呀。嗯。对啊，他们经济跟伤害是共同的10.5哎，兵力。对啊，全部在一起。感觉比较不会漏怪、哦，那个时候就有鼹鼠了，真的假的？啊，哦、我都是野蛮人的，出大事喽 ！Goodbye， 外马西，出事喽！哇！
哇，好掉兵！哇，他们也掉了。我们会掉一整波哎、欸，完了！四路皆掉。我们的国王有升级吗？有伤害。有。我临走前啊、不相信他。烧一下，烧一下。啊！怎么后面还有姗姗来迟的？我的。哦。我就是要出事了。无情软泥，太无情了吧，软泥。我还帮他升一点回血。哦，剑龙。哦，这么危险。对，大厨扛下来了，大厨。我的队友又要露一坨了，一大坨。Nothing of Meteor,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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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没办法撑到第十回合呢。哇，树打不掉，气死！树，苹果面，香蕉树。哦哦哦，香蕉树太狠了吧！是等一下要升级，其实哦差一块，好吧。啊，没料，没料，我好像不太。你就懂了。哎，我的打掉，因为你的猫猫很努力，猫猫多扛几下，猫猫，
没事，可以帮你把剩下的打掉。反正其实大老爹跑掉不会全扣150，不会啊。对啊，因为他跑到一半的时候会再给你，偷偷给钱。对对对，跑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偷给，超搞笑。嗯，单位。婆婆，我是失去。哎呦，你赚钱了，可以哦，可以哦。哇，差一点点。拿剪刀去那取。哎，没事，可以放这个。哦，用 skin 他的 ID 不一样哎，你看我的雪姬公主，我的冰女啊。哦，有哎，他名字有哎，喂，忘记那时候看我的猫猫了。我自从买了猫猫 skin 之后，我就很少抽到它。游戏的片刻手段。下来，原子们！加特林在努力了，你们再撑一下。同时调兵娃，调哇！怎么有这个军团首领？那也是合理的，我就不怪他了。哇！想想，决定这样，然后这个剩一下。还能怎样吗？好像也不能怎样了。好了，丢完你了。凶啊！点起来，点起来！五轮都120毫升，对呀、啊，怎么办到的？对呀、啊，就代表他们工人真的超爆多，不然没有办法。怎么啊？我们要守得住啊！西班牙的朋友，不是西班牙，马来西亚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
我们努力生存下来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对，还指望我们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我每一轮都觉得我没有漏兵就已经很棒了。啊，有在领域范围内。哇，他们咬好痛哦，被阔鱼咬烂了，被阔鱼咬破头啦，阔鱼。哇，他们被叫萨满跟视野魔耶，好狠哦。我来手啦！帮弹帮弹，猫猫，不然啊！他们等下是，哎，他们手下来，哦，援军来了，两只，多咬两口。还有他们有要放什么吗？整个这个，他们也没有说要放什么，对不对？对啊，他们没有讲。完蛋了！完了！不是了。对，他们放飞龙炮手。嗯，炮手是稳的。你们这些观念。真的好难啊，喷下来啊，不慌，喷不下来的，不慌，嗯，撑不下来的，隐士在搞事情，真的是，哦，视野魔啦，哦。他们撑住了，他们来回防了，他们来回防了，好狠哦，好狠哦！他们怎么会想要升级他啊？所以升级还是会有那个哦，那个补血有哎、欸，哦，那还是要升级对。我之前也是以为他，因为他就没有血魔力啊，那个对，结果他还是会补。哎呀呀！放飞龙北平好像是因为太远，飞龙是最远的单位啊。对啊，你看。然后放三号，木木拜拜。你一直被爆打。妈，如果撤下来，他们就可以看得到兽群首领了。我还真的没买过兽血手，虽然我每次都被他搞。他有时候抽蛮快的。
所以如果他们的阵容放很后面的话，嗯、他就会去送头。对，送很快。有病了，还不行了，看来是不行了。孔雀来了，来得及耶！哦，好猛！哇，他们好狠啊！哦不，罪恶感好大。对啊，天哪！怎么办？游戏真难玩。Oh, no.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很想做点事啊，可是，可是我真的没办法。白痴！啊，不是，我真的不知道能干嘛哎、欸，救命、啊！跟着学，学着放，看钱会不会比较多。我们撑得了那一波吗？对哟。哦，对哟，我撑不下去啊！救命！很努力撑了。哟，他们的先进去，小雨。哎呦，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有希望。小雨，他们这个挡不下来的，他们挡不下来的。冲啊！有有有有有，可以的，可以。他们比较大坨，他们超大坨。可以的吧，可以的吧，他们会先倒的。哇！哇！队友队友啊！天哪！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哦！哦，不知道！救命啊！啊，太难了吧！哇，我们的图表哇！哇塞！起起落落哎、欸哦，好扯！哎、欸，这是带我们哎、欸，他们队友哦，平均伤害 啊, 啊，我们是什么？哇！是到底怎么做到的啊？你看那个图表。他们那个，哦，到底为什么啊？啊，懂哎。对啊，他们有一个第五波就已经十个工人了哎，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在哪看的啊？就是你切图表，然后你可以按上下，它可以改，就不同的图表可以看。哦哦哦，对对，它有一个是玩家工人数量。就是他们平均第四回合，就是第五回合都已经差不多就是五个了，到底怎么办到的啊？曲线图到底五回合十个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嗯，哇，就是我们那个队友啊，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有 VOD 吗？对啊，玩家收入，看看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很努力耶、欸。怎么播次？对啊，第几波？第几波啊？一建造，可以来偷看一下他。哦，哪一个？我们队友吗？对对对，那个蓝色名字那个。
S O L S T H， 他们叫集资啊，这个是集资后的角色呢。对对对，那个是集资那一只，可是他们的分开算呢、啊啊，就是统计他们也还是分开。有多少钱？没看到海蛇蛋是多少？200多不是吗？对，200多块。对啊，第一波就算你买完那个，钱也只剩下100多不是吗？两个人加起来啊，因为要买海蛇蛋是可以的，就是你有如果有那个什么海蛇，哎、欸，不是海蛇，海怪哦，就是你第一波先上海怪，然后賣掉可是没有啊，然后直接上的话是可以的。他们刚刚就是直接上纵火狂啊，对，他们是只上纵火狂，对啊，哇，那他们这样不能参考、欸，因为他们是两个人的那个，那我们去找对面比较强的，我看一下对面谁。战力绿色，看一下战斗力指数，红色、蓝色、绿色、青色、青色、青色跟绿色都可以。好，那看一下青色。哇、哦，他是放了一只鱼人哦，他把鱼人直接升级到那个啊？哦，对耶，對，直接升级，然后再放一只。这个是那个宙斯的前一个，嗯，然后这时候跳6块，怎么看工人呢、啊？看到工人，工人有啊，图表上面啊，哦、3个、4个，你们几乎每回合都升哎、欸。对啊，我平常自己打如果可以也是一回合升一次这样，可是打玩家的时候就是很痛苦啊，八九波都直接升2次、欸、对哦，而且白木是白木在同时放那个哎、欸、变数，对，放乌龟，好像就是至少要跟波次平工人才有办法。对啊，哇，17波就有鼹鼠，所以我那时候两个打很惨啊。对，真的，直接被打破头。哇、哦，11波3个，12波15个。那个青色的他反而很晚才上坛耶、欸、你有发现吗？有啊，他就是走一个硬输出这样，然后养那个直接养鲨鱼，他到第10波才上了一只冰女。在海蛇很后面才补谁？那个青色的，他到12波才补了3只海蛇。哦，他海蛇是那一轮筛到的。哦，他第12波的时候筛了新的角色。哇！再补新的，到底怎么玩？越来越不会玩了、欸啊、以为都知道怎么玩了，越看越不懂了。哦，再痛苦一天，你就阿尔宙斯玩。对，我要去无脑丢球。哎、欸，可是这代要翻滚，要闪怪。嗯，怎么了吗？魔物猎人就是有翻滚啊，不是会被怪撞回家，超好笑的，会猫车哎、欸，对啊，要有几猫哎、欸，对啊，啊，休息啊，
刚刚那一回合太恐怖了，太累了，对，太难了。可是很精彩。那啊，哎呀，啊，又困又困又困，因为他们在上面说要玩，哦、说谎。有了，他们刚才有在录音，他们应该录完，录完也不下来。太难过了，结了结了。好，好。好啦，今天到这啦。那刚刚有跟老居聊，就是可能阿尔宙斯要过年之后才能玩到了，欸，就只能先看别人怎么玩吧。我的猪背要很久才会到，啊，之后吧，之后可能就都买数位版了，对吧？如果真的要抢首发的话。就这样咯，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晚安晚安。刚刚好像有啊，抱歉，刚刚好像有看到麻子开哈啊，麻子，他好像说是玩什么恐怖游戏吧？凡立贝一号啊，凡立贝哦，寿司，兰兰什么时候来？我们去吃寿司。爸爸哈基，哇，被听到了，心杰，等一下继续玩。